Ninja, oi!上述同学们的精彩演出啊，无论怎么样，大家看得出来，他们做了精心的准备，而且排练了很久，服装道具一应俱全，这份辛苦值不值得赢得大家一句掌声呢？各位，谢谢，谢谢以上表演的各位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安排一个特别节目啊，这个特别节目呢，就是介绍我们平江中学所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诗人。咱们中国的著名诗人陈荣华先生，在上述的介绍当中啊，有一个关键点我要稍微提一下哈，那就是他在华盛顿升起了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咱们今天听起来啊，那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感觉，他就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人嘛，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年代，升起五星红旗是有风险的，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在旧金山，就是因为升五星红旗，两派人互相争斗，都打到了主流社会，一直打到国会。所以陈荣华先生能在华盛顿，在首都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政治勇气就非常可嘉。可见呢，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可以加上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各位，掌声来谢谢陈荣华先生。接下来呢，有请他到舞台上来展示他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一面，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今天的现场为各位来做表演。来，陈荣华先生有请。从古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一点一点的随军随民迁徙到那边去，所以后来呢，直到啊，到了比方说像朱熹在那里呢常年讲学啊，就好像就在这个朱自奇主席的老家这个地方，他专门有朱子祠，当然了，整个福建朱子祠非常多，他讲学的地方呢也非常多，比方说在三明也有他的足迹，所以呢，福建的历史人文特别发达，而且有很多最对联都是有典有故，非常精彩，就是我们的历史人文比较发达，尽管呢可能比方说经过很长的岁月，你会发现某一代人可能受到教育不是很高，但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纽约也看到了很多福建的书法协会、书法家协会、书画家协会，一大批的福建籍的这方面的这个专长啊人士都生活在纽约，而且呢还回北京去参展。我知道有很多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展览，非常精彩。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古啊就很发达，叫做东南的邹鲁。所以呢，书法作品在福建也非常发达的啊。各位看到了，陈荣华先生非常专业的这个书法家哈，底下呢铺的是一张像毡子一样的东西，这是每一个书法大师底下都有的，据说在法拉盛还很难买到。上一次国内来的书法家，他们找了两个店拼起来的，就类似于像地毯那样毡子要铺在下边，那个纸那个墨迹呀、啊、才能力透纸背，这个才能透过去，然后呢和纸呢和这宣纸浑然一体，这个作品呢才好看。而且呢刚刚写完的书法作品是不能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必须要和这张纸完全的融合在一起，通常来讲要过半年到一年以后再拿出来裱，才能够使得这个作品呢非常完美的和纸融合在一起。书法起源于咱们中国，可是呢目前只有在中国叫书法，我觉得这很可惜啊。各位知道在韩国叫什么吗？叫书艺。各位知道在日本书法叫什么吗？叫书道。
在唐代以前，咱们中国人的书法就叫书艺、书法和书道。后来呢，唐以后呢，中国人比较重法度，所以呢就改成叫书法了。其实，书法最大的一个很好的名词是日本人保留下来的，叫书道，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作品，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写字了，不是传达文化信息了，而是一个艺术品。通过书法的这个字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中华文化艺术的一些这个关键所在啊，包括书法的一笔一画啊，包括呢很多这个方式，比方说行草立传，都表现出了不同的中国的一些人文的风格。所以呢，实际上它传承的是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的国粹。所以我觉着叫书法可惜了，日本人那个到今天为止都叫书道，而且日本每一年在元旦的时候都要用书法开年，是日本国家的传统，写一个字儿作为今年的开年，他的中小学生必须要学会写书法字，所以说呢非常了不起。哎，已经写完了哈，我们来看看陈荣华先生送给我们提阳中学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各位同乡写了一幅什么样的字，我让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哈。陈先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来展示给大家，然后呢我们请陈先生现场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幅书法呢，我用行草来写，就体现今天晚上歌舞升平。好，我等一下，我为了书法是中国国粹的第一项，中国书法、中国文化是从书法开始的。我2003年曾经担任美利坚大学聘请我书法课的教授，我的师父是中国著名书法家、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凤武，他也是我的舅舅。2012年9月，我应中国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中国侨联、中国文联联合邀请，那个首届世界华人书画展，我写了四个字“中华琼光”入选。这一幅《中华琼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了国宝。所以我把这个歌舞升平献给大家，好啊，谢谢大家。啊，其实也是演一演，有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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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风尊的是哪一句没一天高兴。来，我们主会出一个牌匾给这个陈荣华同学，大家我这个节目是代表74届全体同学上来献艺的啊。
荣华同学，大家用掌声来鼓励一下陈荣华同学好不好？谢谢他，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个特别环节啊，就是今天能有将近120桌的人非常顺利的坐在这里啊，其中呢有很多人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和赞助，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人的名单呢来宣读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平江中学校友会联合总会的财务总监张秀林先生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来大力赞助本次晚会的各位同学，各位掌声欢迎。啊，谢谢大家，我们大家都进我公园，今天我们不进到的龙啊，第二名哦，好一壶梦生气候，创美热烈，今天我好呀啦，怎么举我们中华天际战斗，今天我们战斗。好耶，谁跟我话买回公里总路中用警察的先生说完了，警察的同志大家准相鼓掌。